哎呀呵，水还挺香。哥呀啊！我想去出去看个电影去。看什么电影？家里边电视、电脑、手机，什么不能看？外边也花钱。玩的。那去外边有冰糖葫芦、爆米花、各种饮料，那家里也没有啊。家里谁会给你做呀？我会。啊？我会。就你爸爸那抠了吧唧、小气歪赖的，看电影他老不让看，是吧？嗯。妈给你整。你也是吹。妈给你整，糖葫芦、爆米花全安排齐齐。儿子今天咱也不去，外边大雪纷飞的，再走路摔一跤就不值当了。等妈给你整啊，给你安排电影怎么样？你要会，我陪大家一起看。我不带你玩。家里妈给你弄一付费5块钱的，又经济又实惠又省钱，好不好？好。这小子说告诉这一个春节都没看过电影，然后他妈妈说要给他制造一个看电影的氛围，先自己做点这个冰糖葫芦，然后再选购一个这个可以付费的电影看。太神了吧。不是，你看我们做的好不好，你看。不是啊，这已经做成成品了是吗？买的橘子、小西红柿、草莓。嗯，太有情调了吧。所以说嘞，今天应景吗？草莓，然后这个橘子、小西红柿，有点意思啊，有点意思。我这刚睡醒，这娘俩在这已经坐上了。行，我倒是非常期待啊。要不，儿子忘了香蕉的这个事情了。不是，我这不做能吃吗？可以，这不能搁最底，它拖不住的，你没发现它掉。最底必须要搁小西红柿。我现在突然发现香蕉当帽挺好的。太有意思了。看着也挺好玩的吧？对，太有意思了。待会儿等我闺女健身回来，看到我们做的这个东西，肯定会特别开心的啊。太有意思了，我得先让我的小情人开心，你的小情人开心。这个，我的小情人，你的，咱俩印一个，多棒！多棒！你说呢？这个穿上可又有点意思了，可儿子，这坏劲有点随我了，可。或者不来，三个就够了。哎，香蕉的挺有新意的。对呀、啊。我非常期待啊，今天晚上跟你们一起浪漫的看着电影，吃着自制的永远的神的水果。YYDS。对， YYDS 的水果。哇塞。有意思。QQ 妹妹超级好吃。太棒了。是不是这电影再烂的片儿，这玩意儿吃那玩意儿也能看着有意思。把那糖浆搁那个盘子里，我就是小锅做不得了吗？那全插不进去，它全都连不上。我再给你做一个整个香蕉的怎么样？整个香蕉的会有点太甜了吧？没事啊，没事。哇，这整个香蕉上面一个橘，下面一橘，怎么样？拖不住，橘子拖不住。上面一草莓，下面。橘子需要再做一个行了，太多了，你也吃不了。有没有来吃的呀，朋友们？这做了这么多，几串啊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嗯，你是要去卖吗？9串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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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是要熬冰糖是吗？对。我太佩服你了，李大公主。啊？佩服吗？看看我这个糖葫芦创意怎么样？什么？黄瓜糖葫芦？就问你吃没吃过？啥呀？那叫冰糖黄瓜。真的呗，说都不会话。你小时候有这么好的妈妈吗？没有。太牛了。
开始熬冰糖。不是李大公公，你是摆过摊儿吗？在外边？以前我就是，我跟你说吧，什么都干过，摆摊儿我卖过艺，告诉你，我啥都会。行走江湖卖过艺是吗？不是我说的啊，就要不是我能把你们这伙不好整的都弄服了，没两下子敢领导你吗？这是干嘛呀？熬糖还是什么？对呀、啊。哎呦，是那意思不？你瞅瞅，有点太专业了，有点。太专业了，那嘴都咧了，都服的不行不行的了。这个全中国这家是14亿人口，我感觉得有99%的都没吃过。什么呀？这人家说糖葫芦，你那家伙糖黄瓜，啥他们都尝尝啊，真新鲜。家里有啥咱用什么，知道吗？就地取材，你要学会适应环境。真的太棒了。哎呦，我的天！搁这水这儿，它能迅速那什么啊？迅速冷却。嗯，搁这儿，都这儿搁。这家伙，李大公主是真能人。这是干嘛呢？做爆米花，我也挺佩服我自己。这是什么玩意儿？这是？嗯，什么玩意儿？这是就是专门做爆米花的那种黄油。嘿。我太佩服你了，你这让我研究我都不会。你这玩意儿看个电影成本太高了，把我媳妇儿的那个72变全弄出来了。嘿，我告诉你，当妈妈的都相当于是孙悟空，啥都不会。跟你这样说，哪个妈妈都这样。看看，都非常棒。制作爆米花，每次我给女儿放的糖都少，她说让我多放点进去，这样还行了吧？还少。哎呦。白糖，就弄一盘就够你吃了。不是，这亲爱的，这就是棒豆。嗯，哎，好家伙，够意思啊！这我儿子啊，肝儿都崩上了，他自己就爆炸。对呀，得把炒干了是吗？看着就行。嗯。太神奇了，啥也不懂，啥也不是。我是什么都不会。不是大伙儿自己制作过爆米花吗？哎呦我的天哪，爆炸了。看我儿子真强。熟了是吗？差不多了。真棒。哎，没洗澡啊。效果真好。哎，甜吗？哎，超赞。搁多少糖还不成？搅拌呀。哇塞，太成功了吧！齐活，嗯，哎呦哎呦，还有在崩的，哎呀，不至于，甜了吧？什么样？甜，很甜，焦糖味儿的。嘿，这李大公主真能儿，爆米花出锅了，一会儿看长津湖。出锅喽！哇塞！儿子，还去？姐，哎，快回来吧！我们看看那个电影，还有好多糖葫芦、那个爆米花、那个、各种饮料。你回来，二你回来，你瞅瞅我，我回来。看那眼儿减肥呢，你说吃的他不管啥，他也得干嘛？对，到晚上他健身呢，还得。儿子，目前这种状况，我问你，想去电影院吗？还是？行不行啊？还行。在家里跟小枣一起，小睡衣一穿，小被窝一围，看着电影，得劲儿不？等几天你去洗澡。哎呦，太棒了吧！哎呦，我的天！别流汗喇子啊！我想吃了。都注意了啊！马上要看电影了，我要请你们看电影啊！好吃的都已经准备好了，花生瓜子儿、冰糖葫芦、爆米花，还有七喜。你可真好意思！这都变成你请客了。
的了。我闺女回来了。看长津湖。过去咱们看电影的时候，大屏幕是吧？五毛钱，拿着瓜子儿满那里边跑，那里边钻一眼，这多好，大家都能看了。长津湖啊，看看这好吃的啊。哎呦，还弄个绿茶，绿大公主，冰糖葫芦，自己做的，来点这个爆米花，来个七喜，带着俩孩子感受一下这个战争片是吧？到时候一会儿那个看完了以后是吧？说点那个观后感啊。嗯。大家好，我拽哥，我们一家呀，然后刚才看完了，看完了《长津湖》，真棒。然后心情特别沉重啊，因为它节奏特别的紧凑，给我看的呀，我这俩胳膊一点劲儿都没有，特别累，就感觉刚干完很累的活儿似的。对，然后本身儿子呀，就是想跟小伙伴出去看电影是吧？看看这《长津湖》，就听他们说的说不错。但是今天呢，花了9.9元是吧？看了，我觉得特别超值。以往的那些片子呢，我觉得很多拍摄的比较简单，然后节奏性没有那么快，但是今天这部片子呀，我觉得绝对是大制作。首先它触动了我的心灵，是吧？儿子，你说说你有什么感受？看完这片子，我觉得现在我们的生活非常来之不易，是这些军人拿生命、拿鲜血来给我们换来这么好的生活。对，说的太棒了。就是说，这部片子啊，就是给我的个人感受啊，就是中国人的精神，不服输的精神啊，就是我也从来不去招惹你，是吧？是一个善良的民族，但是你一旦要侵犯我，是吧？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人若犯我，我必犯。对，就是这个精气神这种精神啊，参战是吧？把这个演绎的特别到位，我觉得，而且剧情特别紧凑，每个演员演的也都非常好。对对对对对。太值了，我觉得今天看完之后，我觉得是吧？我儿子刚才说，我就想去当兵，是吧？保家卫国。那一顿在客厅里一顿抡，那家伙那个气势就来了啊！就拿着这玩意儿去当枪，那就比划撂脚的是吧？嗯。然后他妈妈今天准备了这个糖葫芦啊，配着这个什么爆米花，爆米花是吧？你看看这个军人们是吧，在这前线吃的冻死的。当时这个我们一家人都热泪盈眶，都掉眼泪了，是吧？你们两个孩子一定要，就是晚一辈一定要记住前辈们，是吧？为咱们做的牺牲。你看人家说那多好，是吧？谁也不愿意打仗啊，他们打仗就是为了下一代，是吧？享受好的生活。人家说的多好，太经典了。能回家养上猪，正常吃喝，那就是日子就是好日子了，都已经。对对对。所以说他们现在给咱们这么美好的生活，我觉得咱们应该好好珍惜。对 对, 对。所以说，我也觉得，就是多带孩子看看类似这种片子，有非常好的教育。对，真的。我就希望很多的那种，就是说出现是吧？我觉得是这种片子是正能量的，我觉得对非常好，太支持了，太棒了，能体现出咱们中国人的精神。对，我们在这儿免费给长津湖推广一下，真的不错，太棒，大家一定要看一眼。嗯，对，我觉得特别支持，对，是吧？嗯，让孩子深受教育。咱们中国的大片也蛮好看的啊！太棒了，嗯，真棒，真棒，嗯，好，拜拜，拜拜。